刘邦，刘邦照相。请听第一题，龙生九子，老大叫什么？九子，九子，老大叫囚牛。没关系，还有一次机会。再听第二题，这好，简单一点吧，简单点。常识啊，听好了，这皇帝，人文始祖皇帝他姓什么？姓宣，确定吗？姓宣，答错了。姓姬，叫姬轩辕。那炎帝呢？炎帝姓什么？姓姜先生。姓姜啊，先生看过是吗？那您对一道，对一道，对一道。咱们再听下一题啊，下一题。先生知道这东汉第一位开国皇帝是刘邦？刘邦照相。刘邦是西汉的先生。